看到是那个大图的建物件链接，然后这边经过模糊的运算，当两个分割在结合变成这个的区间，做成形成的像这一点这个固定点，那就是现在你目前手机的这个非常没有动作的地方。然后当你人在有位移的时候，没有这个点就往上了。 可以平整的运输，就是你可以按这边点，对此外都是同样的。这样就跟雷达的方向是一致的。这个点就是这个摄影方向。啊，左边、右边没空间没有人，那右边这边就是。 刚好有个区块，这刚好有个东西挡住，所以它这边是个有空间可以动作、可以行走的位置。